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拆一个这个双缸洗衣机的甩干电机，这个电机是个铜包的，里边是铜线，我们今天给它拆开，看一下里边这个铜到底能拆出来多少。这种铜的电机收废品呢，他说给我8块钱，我感觉不合适，先拆开吧，拆开看一下铜到底能值多少钱。这儿有4条螺丝，把这4条螺丝都卸下来，我们用这个切割机把这个都给切下来。然后这一半我们再用这个改锥把它都撬下来。好了，现在这个铜已经都拆下来了，把这个线给它剪断。好，我们现在给它称一下，看到底有多重。好，现在已经归零了，我们称一下，放上，看一下，0.42，这是8.24是吧？8.24。现在这个废铜是20块钱一斤，这个就按8两算的话，这个就可以卖16块钱，然后这个可以卖1块钱，加起来就17块钱，感觉还是自己拆的卖的话比较合算。好了，视频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点关注，再见。